哎，臭弟们，又是风里雨里，下饭时间等你啊！不要再下次一定了，把三连给我叫对吧？啊，哪怕点个赞也是好的啊。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专员啊，我们还是那个田所号二教官啊。正好这次这个 Genus 系列的武器加强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复刻咱们五年前的玩法，对吧？啊，在一楼拿着星爆把这个卧室的僵尸炸个四脚朝天啊！旁边的几个南瓜雷进去，貌似面有个僵尸，哎，快点打死他，让我进去啊！我操，别再堵了，我操，我操，别别别！僵尸了，兄弟们，好，开了一波 BB 来 headshot triple kill， 来 multi kill， multi kill， 哎，可以这一波，不过，哦，让我进去啊 ，nice， 咱们全身而退的感觉真不错啊！那么还是我说的，玩这个图啊。不怕你不给我生命不易，就怕他妈来个玻璃大炮，我变得更臭了，兄弟们！哎，好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这个售炉源源不断啊！不过咱们还是不会臭啊，不臭啊，稳的一逼啊！我们就点住他们，这憨憨小奥知道吧？我最喜欢打小奥了，憨憨一堆啊！好，来个垃圾的没啥屁用啊！五个助攻，我们疯狂的打工，打工仔就是我，打工仔实锤啊！我们去点，哎，咱门口全是臭屁。全是臭屁，臭不死你们哎！我们再苟一下，兄弟们再点一下。我们子弹比较充足，但是血量已经不足了。我操，会被炸死了啊！没有护甲那种事，一炸就是一百的血。我靠，哦，我操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！我操，别炸了，别炸了，快臭了，快臭了，别炸了，别炸了，别炸了，嫂子！啊，还是臭啊！我操，哎，这个卧室啊，根本就守不住啊！那么这把话是14个助攻间，6个杀敌，杀敌 MVP， 我总是 MVP as usual。哎呀 ，nice 爆弹售炉，哎，空空专员的关键技能来了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我是一个优秀的 basketball player 啊。那么这把啊，我们就不要去二楼，我们去一楼炸死他们啊！在这边放个扩建防御针，从这边过来啊，开这个全自动模式啊。然后酒肉里面一蹲，兄弟们，哎，知道吧？什么叫经典啊？这就是经典玩法。卧室只要尸变啊，我们在一楼把他们全部给炸死了。好像没有打到这一发啊。好，一发，再来一发啊！僵尸被秒了一波，僵尸还挺多的啊。我们要小心点，他们会来一楼这里清一下啊。不过，貌似我没有炸死僵尸啊，他们应该不知道一楼有人啊。好，兄弟们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啊！我们等一波，等一波，哎，够住啊！好，下面尸变了，兄弟们，尸变了，准备好，弟弟们，来一妈的，给去死吧！这尸，哎呀，太爽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把爷青回打在公屏上，我操，真的是星爆永远第一神啊！我，棺材，棺材，棺材，我操，给啊！来太快了，弟们，我操，瞬间升了三级，真是太爽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哎。好，那么还有两个钻入在这个地下室里面躲着，弟弟们难逃一死。哎呦，还挺 ，what the fuck， 怎么还被秒？这个 DJ 还挺勇的啊。好，这把是9K 杀敌的 MVP， 哎呀，太爽了。那么咱们玩一次之后的话，可能会有些杂种来一楼蹲点啊，所以咱们这把可能再玩一局之后，就可能就没机会玩了啊。好，我们还是老样子啊，把扩建放到那个叫什么，放这边那个口子这儿。僵尸只要过来的话，我们扩建会先会触发啊，然后我知道僵尸过来啊，准备开无双什么的。好，我们先别着急，哎，在这个地方等着。一般这个卧室啊，开宁一倍，我现在是操李奶奶的，哎呀，那没事了啊。好，你给是个吹风机啊，那没事了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男妈妈先苟住，苟住，苟他妈什么鬼，好乱啊这里，我操，什么都看。我他妈居然被他爱死了，我操！啊，我想退房了，我操！这什么死马技能，兄弟们，玻璃大炮，我真的是滚你妈的吧！我操，真的是啊！你越不想要什么技能，他越给你来啊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下次我想跟你说，我不想要伊卡洛斯，是不是来个伊卡洛斯呢？妈的，真是啊！跟你说，这卧室啊，彻底守不住，知道吧？根本就守不住这卧室啊！别人为什么问，就是路开头，妈结尾啊。不过这把咱们也好，我们有一个坤坤的技能，知道吧？哎，爆弹手的炸不死你们，我操！哎，貌似你抓完了，那没事啊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想退房，知道吧？有这个技能之后啊，对我还没有生命补益啊，后面那个X4啊，吸血都吸不过来，你会被炸死，知道吧？
好，右手跳是地震，你能秒我啊？你能秒杀我？他在秒我这把，不可能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臭屁啊！那么兄弟们，像我说的啊，我们今天是一定要回归这个叫什么哎，经典玩法啊！我必须要再玩一次啊！我必须要再玩一次这个叫什么哎，星爆一楼炸死憨憨僵尸啊！我们把这个空间放这边啊，然后看这个全自动模式啊。别急别急啊！这个臭虎苗貌似是个僵尸，我操！你要干什么？别去死吧，你别搞我啊！好，我们先炸一波，哎，好，一发充能，我们再炸一波，两发充能，再来一波，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一嘛打，这是水友，不管他，来炸死他们，炸死他们，炸死他们，可可死 K， 太爽了，我，哎，怎么被秒完了？我操！哎，那没事了，好，咱们去偷一波，哎，我被偷 S 了，我真的是啊。哎呀，你也偷 S 是吧？那我先把你 S 给偷了，知道吧？互相偷 S，S 精英名不虚传啊，弟弟啊，挺勇的啊！你挺勇的，别去死吧你，别去死吧你，真的是啊！看吧，这个卧室根本就守不住，根本就没办法守这把啊！生命补液没有，恢复强化没有，但是玻璃大炮却有。那么 Louis Mother 当然也没有啊。那么感觉到这个后期的话，僵尸学院的上去之后啊，这个星爆有点炸不动了啊。咱们这个经典的话，经典的话到此为止了吧？不行，我他妈再玩一次，知道吧？我还要再玩一次经典，兄弟们，哎，这次咱们一定要再炸一波啊！来一发充能，我们再来一发，貌似没有僵尸哦，再来一发没有炸到，我们再来一发炸这个憨憨斑比，哎。好，这个僵尸貌似被秒完了，我靠！哎，不行吧？啊，属实不太行，知道吧？我们去卧室先蹲一下，不然这个卧室不能蹲，知道吧？一蹲就要臭，我操！走，咱们出去浪一下，被迫打游击。本来我是不想打游击的，我操！所以这个僵尸属实不太行，知道抓不起来啊！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观察一下这个僵尸的动向在哪儿啊？哪儿抓起来了？好像外面抓起来是吧？好一个小斑比，去死吧你啊！憨斑比，或者回逆转一个身，哎 ，headshot。好，我的，我真的好大，兄弟们，炸死他们，炸死他们，舒服，快快！我滚你妈的玻璃大炮！我他妈真的是吐啊！这个技能我，哎，那些口口人策划，没有一个十年的脑血栓想不出这么弱智的技能，知道吗？啊！杀敌八百，自损一千啊！有什么屁用吗？有什么屁用吗？真的是，哎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个经典再也没办法复刻了，知道吧？别问为什么，问就是有玻璃大炮，问就是赵开头妈结尾，问就是国服特色，他妈的！不过咱们可以当一个 basketball player 来，呼你脸上去南瓜的气息，好憨憨，你给我操南瓜，南瓜，南瓜，啊！南瓜被臭死了，真的是臭南瓜啊！好，这把三 K 啊，狂战士啊！那么卧室完全沦陷，感觉有人在炸我们，兄弟们来一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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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楼啊！你也想经典复刻是吧？经典复刻啊！什么叫经典？见就是一个炸不死，然后被抓，真是傻了吧唧的，哎！那么这把兄弟们27级，生命补液没有，恢复强化没有，现役者没有，那么 Louis Mother 当然也没有啊。而且咱们要叫这个 F2 知道吧，再不叫的话这个就快没了啊。我们拿这个钢琴当个键盘侠没什么不好，哎，这个卧室里面啊钢琴还是很吃香的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把接触打到我脸上去，哎，好，你是僵尸吧，给我爬开吧你啊，憨憨僵尸，滚开这臭波子。好，我们来弹，我们卧槽，好多僵尸，好多僵尸，好多僵尸来弹，我们再弹，哎，舒服啊，空间越小越适合当键盘侠啊，继续弹三片来 ，clap do b b， 来兄弟们 ，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舒服，再来你们再来一波，好，再来一波，让我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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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， 全身而退的感觉真不错啊。我们继续来弹琴啊！哎呀，我他妈需要生命补液！我操，快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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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别别别炸，别炸！兄弟们，你们体会过绝望吗？啊，这就是绝望，知道吧？地狱难度啊！玻璃大炮，售炉源源不断，生命补液、恢复强化一个都没有，真的是啊！我他妈想当一个坤去炸死他们，知道吧？您炸我，那我也炸您啊！你炸不死你，真的是啊！我是一个优秀的 basketball player， 知道吧？哎，全部都臭啊！这我是太臭啊，兄弟们！
哎，咱们上一个零的话，什么东西开无双了吗？啊，他也被臭死了啊。那么还剩一个航空包，到哪儿去？弟弟，多可怜的人哦。地下室吗？地下室吗？我操！好，那么这个卡顿的话，还是四个字啊，路开头，妈结尾啊。我们选个女王去升他一手，哎，怎么是个英雄啊？我操！哎呀，你看我炸不死你，臭弟弟！这个人的话，老选手地下室，他说了好几句啊，就是学不乖啊，学不乖，哎。你还不是是吧，弟弟啊？那么多肿瘤仔，那么多臭屁，那么多光环，难逃一死啊！那这把是5K 九助攻，杀点 MVP as usual 啊！那么优惠券，你他妈能不能给一个绿色技能叫做生命不夜或者恢复强化，知道吧？哪怕一个都好，他妈一个都不给，真是太逊了！我操，游戏体验极差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那么就咱们还是拿这个X4去守一波点吧，这个。超进化快没了啊！好，里面果然有内鬼啊！我们先别直接进去。你看我，哎，没有内鬼吗？那没事。好，那么僵尸的话是这把没怎么抓起来啊，我们去打一下游击康康啊，还有一个代表哥啊，我们自助他被斧子一个跳皮带走啊，就说斧子了，我靠！不过也不奇怪，毕竟咱们英雄刀都快满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好，打出一个憨憨棺材啊！这个南瓜在干什么？那干什么的南瓜？是傻了吧唧的破坏南瓜！哎，憨憨南瓜，今天必死！来来，克里普多 BB G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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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S， 我操，好多屁，好多，怎么那么多屁啊？真的是啊！我操，污浊之环兄弟们，哎，又是毒屁，又是污浊之环，你看我弄不死你们，知道吧？我有九种办法可以让这些卧室人发出恶臭啊！咱们炸死他们啊！我们先扔兽毒啊，帮这个赤焰把他们血下。你他妈无人机炸我是吧？你死定了，知道吧？炸肿了。哎呀，37级来个先行者，我他妈谢谢你，不是40级来先行者啊！谢谢你录取啊！啊，这个卧室人还挺多，我们炸死他们啊！憨憨一堆啊！哎呀，好日！我操什么鬼？我操什么鬼啊？怎么这么大鸡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冰机吧？好，不过也没有关系啊，进不去的话那是不是炸死他们也是一样，知道吧？炸不死你们，哎，全部臭啊，全部臭，这卧室好臭的卧室，哎，我操，几个接触啊，现在我靠，哇，好多接触这个房间，我靠，包括我也是个接触啊。那么下次玩英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。好，英雄在哪呢？嗯，好，他已经被杀了吧，是9个助攻，助攻的 MVP， 我还是 MVP 啊。那么最后去咱们玩英雄搞起，我玩英雄就两个字啊，你们都知道的啊。而且这一把不知道会不会宁已被 Louis Mother 很幸啊，没有被感染啊。但是的话兄弟们，这把玩英雄估计凶多吉少啊，生命不夜没有，恢复强化没有，伤害复制没有，少数精锐没有，惊奇人之力没有，那么鹿犬的猫当然也没有，知道吧？啊啊！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不知道如何完美避开那么多好技能，然后给一堆垃圾技能，真的是啊！鹿开头，妈结尾啊！而且这番的话，这个接触不是一般的多，包括我也是一个接触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偷 S。配咱们还有这个玻璃大化妆 debuff 技能啊，还没来。看到接触格杀无论好，兄弟们，这个技能的话是生命啊，地狱难度开启，知道吧？这一把玩英雄真的是凶多吉少，还把他们接触附在脸上，去死吧你！我操，我们得勤捡箱子啊，箱子，又是接触，怎么那么多接触？真的是我操，还选个大肥是吧？大肥把你骨灰给你养成臭大肥。来嘛，臭大肥，大肥我也照砍不误啊！好，你看这伏点的位置啊，是巧合吗？这不是巧合，这是驴意思吗？哎呀，看看对英雄成什么啊？砍不死你 headshot。好，我们尽快远离这个下水道，非常的危险啊！外面打游击吧，哎，那么这把咱们有个弹甲扩容二电，哦，你看这肌肉真的是他妈的，我操，差点把我贴死了啊！好，弟弟们，来，大肥也先打一波臭能，叮，看我重拳出击打击你妈，就完事儿，坚持好多，接触好多，兄弟们，我操作，别，
喜欢追我是吧弟兵，来嘛来嘛来嘛，七八个天塞吊起来打，你看我先跳个皮带走一波，哎舒服，重拳出击炸了个路拳，重拳出击 double Q， 再来一颗 triple Q， 十 K incredible， 我对对哦，你看这伏点的位置，他妈是巧合吗？这不是巧，这是路易斯吗？我操，我血本来就少，他妈还没有恢复，竟然还有玻璃大炮，我操，哎呀。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你看我叮叮叮叮叮一波，哎，大肥今天难逃一死，知道不？哦哟哟，七八天再进去吧，臭大肥！啊，打工了，我操，真的是烦呢。来，光一展开，自拔赛哟 ！Oh my god， 莫心的一流全部带走啊！在射飞中留在跳皮带铺的这个棺材啊，好，你看这佛点的位置，刘一死。我操，射这么准的弟弟，好嘛，武器库吉奥之后又有一把牛指，哎，好，下面全是一堆臭大肥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来嘛大肥啊，大肥大肥大肥，好大肥是吧，臭大肥，哎，我操，哎，我怎么又不准，你个渣男人是他妈正这么准的弟弟，去死吧去死吧去，哎，跑开吧你，哎，我操，怎么他妈突然来这么多大肥，哎。好，刚刚那把不算，我们这把再玩一次英雄，知道吧？有玻璃大炮，没生命补液，没恢复强化，玩个屁的英雄真是！哎，好，弟弟们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！好，狼狗简直是把他大口玄玄放一波，弟弟们难逃一死，知道吧？我是无敌的坦克奈奈啊，奈奈我啊是真的生。你看这箱子消失的时机恰到好处啊，那么路开头妈结尾啊，光的是吧？去死吧你 headshot！好，别，这个憨憨 bot 那没事，兄弟们来，梅开二度，自巴塞哟 ，Oh my god， 莫心的一路真不可罗斯，哎，太爽，知道吧？十 K incredible， 你看我重拳出击，重拳出击，很新啊！来嘛，来嘛，弟弟们，来嘛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换地雷啊！我直接换地雷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这把一卡了，你看我秀翻全场就完事，你看我叮叮叮叮叮叮 叮, 叮啊！来七八个天塞进去吧，你大肥啊，臭大肥，拜拜啊 ！boom， 好，这次八个僵尸，咱们不亏这把，我们再叮叮叮叮叮一波之后啊，又是一个黑洞，黑洞源源不断，大肥难逃一死。那么再见，知道吧？你们根本就跟不上的 speed 啊！武器库直接叫之后，又是两颗浩劫地雷，把大肥全部给炸死，臭大肥，来嘛七八个天塞。进去吧你狼狗僵尸，还想狗分是吧，你分都狗不到，你难逃一死，哎，舒服，我的臭大肥源源不断啊，好，七八个天色一大米我看见了，一大米我看见了，哎，去死吧你们，知道吧，啊，太爽了， F 叫之后又是两个浩劫地雷，进去吧你，哎，再见啊， nice， 放棺材救英雄啊，压力妈死，我操操操，哎，我操，秒死！我操，怎啊？我他妈吐了，真的是。那最后打了第一名啊，393分，谢谢收看啊。